今天的话，其实做那个 LED 点矩阵这一块哈，那其实像我现在这个是昨天去那个去，颠倒，翻过来，好，苗栗高商，然后他们有了一切嘛，他就把它丢成这样子啊，那我的 LED 点矩阵就把它放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最后面我要做宾果游戏嘛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像这样子做结合，这样就可以玩很多。对对对，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，我今天弄的没有，好像没有带到那个我们家的小盒子，我只有带到一个，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 LED 点矩阵啊，其实用这样当然是最方便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雷切，没关系，我们用 3D 电。刚刚林老师有说可以飘过去嘛，我就会帮他穿衣服。好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其实老师就可以跟一些其他的结合在一起，而不会说单纯都只有用电脑，因为其实搭配其他人很好玩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有耳朵的，有熊的，也有鬼灭之刃的，我都有做那个。连结我都有放在今天的那个，文章里面。其实我的文章里面都有放了哈，所以这个部分呢、是先跟老师介绍一下。其实就是说我们上这个课，原则上希望说大家可以多整合这些制造中心的资源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有更多的创意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您看到这样子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来看看在这边哈。我们的简报，刚刚大家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就是，Webduino 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三大平台，体验版、模拟器跟云端平台。那我先调查一下，老师有没有都有用过 Webduino？ 哦，有一位老师还没有用过，那你有用过 Arduino 吗？有没有？有，好，那 Webduino 就是不用 WiFi 版的 Arduino。 好，那没关系，老师，我们上一节课在这里9月8号的也有一个倒车雷达，所以那个简报网址我也有把它留在简报的第一页下面，所以呢您也可以从这边连结过去啊。上一次我有开直播啦，今天想说我就用录影就好，本来想说直播好了，算了，还是直接录影。那所以老师呢，如果您上次没有参与到，没关系，直播档案在这里，直接打开自己看。OK， 好，所以就是说我们的 Webduino 主要它基本上就是网页的方式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呢、我就先暂时不再多做介绍。那他们家的这个开发版，目前呢？会有这五款，好、五款。那我们用的就是下面这个 Smart 比较小的，好、比较小的。OK， 好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其实您用模拟器、用体验版其实都可以。但是我想我们先从模拟器开始好了，因为呢，其实，在老师国中小带的过程里面，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让同学先假的先会了，再来玩真的。这样比较安全嘛。好，所以呢你可以先在我们简报第三页把这个模拟器先打开。两本绘本电脑书，如果老师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借，或者就直接进到我的这个教学网站上面，你可以。好，因为上面的这个教学文章应该是蛮多的。会比我就是书上写的更多。好，所以这个老师您可以参考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往下走，现在呢当然就要先让老师把手边的这个 Webduino 的开发板跟我们的底板组合起来一下。老师您刚刚拿到的，好，在这边您刚刚拿到的这一盒你打开，从这边打开，那里面呢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，所以没有版权问题。所以呢，如果老师有需要哦，比如说你需要 3D 列印的这个，您可以进到我的这边第七页这里，我有两个版本，
这里我有两个版本，一个呢就是我之前改编的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我之前改编的版本。那后来呢，这个你现在手上拿到这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，就没有差。好，那您如果需要这个 3D 列印的档案，我已经有放在里面了。好，在这里。这样老师有感觉到网络摄影机好一点嘛？哈、哦，该过来的时候它会过来一点。好，你往下走哈、哦，你可以看到有没有？这里有像这个，我刚刚跟老师讲皮卡丘的，哎，像这些，这个是那个哈姆太郎的。哎，如果老师还有对这个卡通有印象，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。现在没有了。哎，我是用这个做的哦，所以。就是改良一下，把原本这个要印大概两个小时，我让它印一个多小时，大概一个小时十八分钟了哈，所以这样会比较节省时间。那像这样子放进去，那老师在放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，是开发板先进去，所以您找到您手边的那个开发板，您有一个这个盒子，这个。来，这边，哎，哦，老师还没有拿到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这个盒子您打开之后，它有几个，这里有贴贴纸，然后呢，旁边字比较小，哦，旁边的字比较小，所以我另外帮大家贴的这个，因为现在老师我们老花的程度比较严重嘛，看这种小的，对眼睛不太好，所以我弄一个。那你打开之后呢，其实它里面有包括几个东西。第一个，这里面有一条 USB 的线，没有问题。那第二个呢，开发板的这个包装，还有它也有一张贴纸。那贴纸上面呢，这里已经有帮你贴这个，所以总共有三个地方，一个、两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个侧边还有一个，因为这次烧录 ID 我是请官方帮我烧录了。官方如果说老师呢，您万一以后学校还想采购的话，那你可以请他直接帮你把这个 ID 就烧录起来，他就像这样字很小，可是通常我都觉得这样不太方便，好，所以换一个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开发板你拿出来，这里面它左右会有这个贴纸。那后面的话哈，后面的话其实我通常会用这个标签纸，像这种标签纸，我会粘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。每个人现在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有些同学就混在一起，所以我等一下麻烦老师帮我 DIY 一下，因为我昨天实在没空。我发昨天这里，我看一下上面什么数字吗？还是不一样的？应该要两个，一个来老师，我先跟你讲一下哈，就是如果假设我是这个七号好了，这边有七号的，那我粘上去。号码不用跟这边一样，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贴纸上面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号码。哦，就是您贴一个，我通常会这样整理啦。我贴一个在这边，然后呢，我再贴一张，我把它贴到这个纸盒上。如果你要再更细心一点，就连这个，就连这个也可以一起贴上去，这样就全部都一组了吧？哎，也可以。我这个是有三个。好，这个没有贴进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三个。所以不好意思，因为开发版礼拜三晚上才给我到，我没有空整理那么多，我就先把标签整理好而已。所以老师就待会帮我 DIY 一下。然后利用老师在现在在看的过程，我就顺便跟您讲一下。就是我们里面大概有哪些东西，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的这个 LED 点矩阵，好 ，LED 点矩阵。那第二个呢，会有一个伺服马达，这个我们今天是不会用到这个，好。然后还有一个面包板，一个面包板，再来还有一个这个蓝蓝的，这个是温湿度感测器。好，这个是温湿度的。那我们买的是有这种，就是脚位把它独立出来的，这种贵一点点，但是比较不容易被同学
凹断掉，因为一般外面他们是只有像上面这种哦比较细的角，那很容易弄断掉。再来还有一个这个有没有像糖果包装一样的，这个是红外线的这个传送跟接收，就是我们讲的如果用在自走车叫做避障的，就避开障碍。但是这个常常在生活里面常用到，用在哪里？比如说你看我们去医院的时候，现在不是都强调无接触吗？那他如果要开门关门，有没有去大医院手术室啊，那开门关门就怎样挥一下就好。还有一个生活里面会用到的，老师如果注意到像垃圾桶，有没有有一些像对于烘焙厨房啊，他手脏脏的不方便去掀盖子啊，那他可能用脚踏或者是像这样手拨一下，是就可以感应。那这个虽然 Webduino 官方元件里面没有支援它，但是它很单纯，就是有跟没有，就是传送零跟一的讯号，我们是可以用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有一个超音波，这是上次上一节课九月八号那一堂的。再来蜂鸣器，我特别准备两颗，为什么？因为买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坏的。哎，所以我就准备两颗。那另外 LED 灯应该也会有两颗，应该也会有两颗，颜色不见得都不一样哈，但是就是至少两颗。然后再来就是两个，一个是公对公的，哦，就两边尖尖的镀光线十条，再来公对母的十条。那大致上这些元件应该我们常用的会够了。当然，像镀光线基本上也是耗材。所以可能如果以后老师哎，您要上这方面的课程，也许就是可以再去买一些做备份这样，因为有些时候它还是可能会断掉啦，或者是那个就是弄弯掉，甚至断掉那个针头断掉的也有。那老师要留意一下，小朋友比较丑陋那块的哦，有的他会这样，比如说我们插在这里对不对？然后就玩就给它折断，结果这个就卡在。这一段金属就会卡在这个里面，没有关系，我写一篇部落格文章，我们就不要再什么用焊枪把这个弄起来，你只要有那个大头针就可以挑起来，挑起来。哎，大部分因为它都不会卡很紧的，除非它硬塞，又把它塞进去，不然大部分应该是不需要用到焊枪，哎，这样大部分就可以解决掉。好，老师这样对我们盒子里面的内容物有比较清楚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，跟大家这样先介绍一下。那这个要怎么装起来？就像你现在看到上面一样哈，我们先把开发板先放进来。所以老师呢，您可以看一下在这边。好，你这样弄好了之后，你的开发板在这里。这个有 USB 的这一端朝下哈，那你就可以把它从这里把它放进去，这样。那您再把面包板拿出来，面包板。那面包板稍微留意一下，它其实有两边都有凸凸的，都有凸凸的。那这边凸凸的，你会对应到我这里，这里有个凸凸的，这个卡在里面的，有没有？这边。那一个在上面的，所以我这个没有凹洞的哈，就是这个没有开口的，我先进去，先进去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把上面的放进去。那如果这样有点紧紧的，你可以把开发板往右边靠一点点。好，我这边会失力哈，靠一点点。好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就好。所以这样子翻过来。就不太会掉。那这个是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设计？是因为我们常会发现，如果说它没有这样一个固定住的话，你就在咚咚丢丢啊那样。好，所以比较就使用上会觉得比较不 OK。但是老师在买开发那个面包板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，因为我发现面包板的尺寸其实会有时候会有可能比较大一点点，因此我。这个是比较标准的，但是我在像苗栗高商他们自己买的就会比较大一点，我就会另外再把这个就是 3D 的档案再改一下，所以有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形。
这样老师 OK？ 好，那先到这边，这样就可以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设备元件，然后跟老师稍微分享一下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怎么去使用它哈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等一下呢就会进到这个 LED 点矩阵这边来。好，那我这一段就先停。